金刚经的第十一分，佛问须菩提，假若恒河中所有沙子，还有沙子那么多的恒河，你觉得如何？这些所有的沙子，你觉得多还是不多呢？须菩提回答说，非常多，世尊。只是这些恒河就已经多得数不清了，何况其中的沙子呢？须菩提，我如今实话告诉你，如果有善男子或者善女人，用堆满了刚才所说的恒河沙总数那样多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进行布施，你说他得到的福德多还是不多呢？须菩提说，非常多，世尊。佛陀继续告诉须菩提，如果另外有善男子或者善女人，能够在这部经当中，哪怕受持读诵任何一个四句偈等，随缘为别人讲说，那么他所获得的福德将胜过前面用七宝来布施的人。还有，须菩提，只要有人讲